大家好，我是张叔啊，这个是卢啊，就不想介绍了哈。这个呢是亮仔，也是我兄弟。我们今天约的一堆了，这里呢讲讲两个变化嘛。那个沿街路，还点了个土豆丝，还有个潮水土，还有个蔬菜，在这菜盘儿上，先抓酒人出来就来了。哇，这样子就有点便宜嘛。亮仔呢？今天成都这个天气呢，花儿不洗就要摇的，热热火火的，太阳晒得懒洋洋的。啊，来哦，摸球，朋友们，摸球。你要不要演黑金了噻？你门都开了。来吧，朋友们，九个三巡，这是第三巡，整个整体呢，抢忙忙了，来，罗。我去走啊。新买的这个款。用了用了我的就是用的很好看几个月整个月都中年中年的都在那里我也不要进了半年不得当时的中年就超了梁子呢喝可乐整饱个了鹿儿呢喝啤酒喝饱个了所以我个人把那点汤汤水水把它解决了噻在手上的光酒呢，送完基本上都流，下饭安逸的很哦。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是吃饱喝足了的哦，拜拜喽，拜拜。